当初天旭追你追到中国都没能打动你，现在你却突然要嫁给他，你到底什么目的？我们就是想要在一起而已。天旭，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。虽然我很中意童志远，但是他绝对不可以嫁进我们方家。其实。 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，反正我都会去通知你。如果方家容不下我了，那我只能带他离开这里。天旭，等等，等等，我想不通，你怎么会娶一个不爱你的女人？为什么？ 这两年你跑哪儿去了？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，你就走了呢？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辛苦吗？我找你都找疯了，你知道吗？天秋，住口！方天秋，你给我放尊重一点。童志远，当初在医院的时候选择的是谁？ 志远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天旭，你会找到自己的幸福的。是我，他选的是我。志远，现在你还会选我的，对吗？如果你当初有好好的去珍惜志远的话，你刚刚说的误会根本就不会发生。所以。 所以我今天就要弥补我之前没做过的和亏欠志远的。志远，这个是我为你。 准备了很久的，在你走之前，我就想把它给你戴上，可是你没给我机会。不过没关系，今天你回来了，我想把它给你戴上，嫁给我，好吗？ 干什么？我在向我爱的女人求婚，有问题吗？方天秋，你在做什么？志远，嫁给我。你知道我爱谁？我那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我不爱你，我爱的是我要嫁的人，我爱方天旭。你骗我！放手！你骗我！放手！放手啊！你放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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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秀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？